我大妹，开枪，再开枪。撞了一下，哦，又撞一下，到底怎么回事？都咬不进去呢。我再加一个狗好了。这样就是酸开。我大妹，开一枪，再开一枪。哦，跟昨天不太一样的哦。哦，枪哎！哦，完了完了完了，为什么？往下钻。必须要锁紧两个，我可不想让你跑掉。给我上来！我不要磨线，完了磨线了，完了 ！Oh my god， 又是你！又是马鞭。要去接他又很危险，要亡了吧？进来，进来啊！又是你，不要再给我马鞭了好吗？真的。妈，给我一点回游鱼吧。哦，又咬，应该又是马鞭了，因为它咬不太进去。我要七星斑，要红条，换个颜色吧。啊，太凶了，太凶，太凶。中了哦。
该又是牛，应该又是马鞭。哇，那边有一群鱼，不是马鞭哦，保姆说。保姆说，这有一群鱼耶。哦，潮水到了，我觉得很美的流。有啊，好啊，又是马鞭，应该是。体型不大感觉。不要在马边了，真的。中鱼了，不是马鞭吧？拜托，红条，对啦，红条啦，哦 ，big 棒棒 ，again， 赶快加一句，哦 ，fuck this shit I'm out， fuck this shit I'm out， no thanks， don't mind me， I'ma just grab my stuff and leave， 漂亮的蓝色心点。Fuck this shit, I'm out. Alright then. I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just happened, but I don't really care. I'ma get the fuck up out of here. Fuck this shit, I'm out. 原来红条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所以一下去就挂，连那边都是礁岩，没救啊，钩子用太大。哦，起来了，哦，救了我一命。
明天可能要回本岛，朋友说很难钓。本岛也不错，我很想去内外岸岸抛。我就爱岸抛哦，去吧，宝贝。天咧暗的时阵，有较加。嘿，五点外的时阵，长到三只马鞭呀。啊，三只狗母说，啊，一只红条。嗯，就几只你啊？你在地人吗？不是，哦，没有。哦，你来旅游的。来厦门。哦，这样子。来厦门。我这个又冇得钓啊，我这个钓又。我怎样？飞扁嘛。飞扁竹啊。竹梭嘛。你是伫旗津还是伫？都有啊，旗津啊，旗津啊。哦。我是讲，哇，怎么刚来啊？我是感觉迄个袂歹啊。系啊，啊，因遮都袂啊。有啊，因遮即卖有人在钓啊。因遮袂啊。系啊。哎，鱼虾呢？弱水咬，应该是九班。这钓袂使阁无去啊吧？应该是九班。九班就安尼啊。伊那边靠岸的时阵会冷。你迄个来。搞啊！靠背不是石斑呐，嗰是你哦。我一只银巴，来。靠北啊，狗母说啊，真想吃啊，他吃太多次了，我们一直要开枪。跟你说他很吃流水吧，还是吃黄昏？吃黄昏啊？
应该吧。干，你真不过来甩一下哦？哪里痛？干，它咬不进去啊！会咬。啊 ，Lucky， 龟兄这一亲啊，马鞭呐、啊，一开始都很重很重那种感觉。我拄啊着车底，我嘛是一直开啊，要开要死啊，对啊。嘿啊，看到伊跳起来，我要开要死啊，结果就脱钩了。它全部都吃落下，全部都吃落下。马鞭也是这么重重的，哎、欸，有点重。拜托，空调，马鞭啦、啊！哦，马鞭。就这样。我就平的时阵，中鱼就是那个阻力就很强，就以为是大鱼，我以为是石斑。